好，那我还是讲一下爬音的过程。首先一只手完成哆咪嗦哆咪嗦，到最后拉起来，然后再两只手这样练习，跟屁虫，然后再一次。好，所以放松。好，然后你要用一只手，口诀就是哆咪嗦咪哆咪嗦，做一点旋转。好，所以这边有开始转的概念了哈。好，你也可以转三次啊。这样转两次啊，那最后你要练习的是转位的，譬如说，然后再，如果这个比较大，就要用一二四；比较小，用一二三。好，那就是你语用 F 的。